好啦，跟住要讲嘅下一套呢，就我个人就比较鍾意嘅呢一套系奔虎啦。本身佢鍾意，因为其实我自己都对啲群像劇式嘅故事其实系有一定嘅好感嘅。其实但问题系你真系觉得呢套会系走群像式咩？暂时嚟讲，佢群像嗰方面又冇哆啦啦嗰方面咁强。即系佢唔系，其实呢套唔系群像劇嚟，唔系咁样 event 嚟嘅啫。即系佢你哆啦啦对比下去咧，佢嗰啲唔同嘅事件系各自发展，然后去到某一集之后会交汇。但系呢度唔系噶，呢度系几两集为一个 unit， 或者一集为一个 unit， 然后就佢系一几件唔同嘅事件，有几批人去处理，然后就即时处理咗。或者咁讲，因为其实佢本身你好似话佢喺第一二集里边嗰啲事件，其实佢哋本身嗰个交集线咧系一，佢哋压缩成一集里边就将。佢哋交集嘅嘢就匯返成為一條線呢，所以我都承認嘅呢樣嘢其實對比起下佢會係喺個群像劇個方式去睇嘅話係弱咗嘅，呢方面一定係弱咗。低手好多囉。因為佢好似我覺得係佢想去 present 一個主線故事，但係其實佢而家就壓縮咗，就係啲人物佢未用得去到好流暢，有啲。但反而用呢種方式嚟講，我覺得會劇情會令到劇情會散咗咯，變咗係。即係佢一下子係講呢條線，一下子係講呢條線，咁好快講轉嚟轉 keyword 出嚟咯。係啊，你轉嚟轉去，我都未有時間消化個案件究竟你做乜嘢嘅時候，佢就。show 个结局嘅，呢个问题我唔存在咗，我睇头已经估到后面发生咩事，其实真系。如果即系单元式嚟讲，或者完整嘅咯，或者咁讲啦，其实喺套嘢里边啦，我会认为就系头两集里边，佢最主要其实系真系利用头两集，但系佢拆开咗去做一个角色介绍。我觉得反而角色介绍又唔系好做到，即系你嗱最少你啊，我知两个男主角 OK 嘅，咁但系其他你做咩角色会知咗咧？猫仔，猫仔而家就未咩嘅，咁其实最主要跟住就系另一个组合嗰度，咁就应该猫仔好似唔系，即系佢哋猫仔，但喺酒吧入面嘅猫仔接任嘅啫嘛，嗰个公会嘅接任个坑头嘅人系咪？阿中村即系阿 Lusso 佢哋嗰组嗰度，即系阿医生同埋发电两个嗰一组嗰度，咁其实暂时未讲到咁多嘅，即系呢样嘢都必须一定系嘅，即系呢个我到现场之后，我对呢套嘢就话其实我系感兴趣，第一集啊，最主要其實是叫做營造翻就係呢套嘢嗰個嘅大郎，大郎佢會點樣去走個故事，同埋介紹翻就係 minimum holder， minimum holder 長嚟啦都係。有啲唔同嘅，佢個解説就應該 minimum 個字咧，就係話最少嘅奇蹟啊嘛。係啦，係咁，佢同超能力好似，但動畫上面就唔係好覺得有咩分別咯。唔係，因為其實你叫做咩咧？佢呢個所謂 minimum holder， 但我覺得佢超能力嚟。係啊，即係 minimum holder 嗰樣嘢，動畫做到就係佢要咗，就係佢哋依啲能力都係要有一啲指定嘅動作或者指定嘅行為去發動嘅，即係黑之契約者咯。係啦，類似黑之契約者嗰種嚟嘅條件式嘅發動。即係你話佢哋發動出嚟嘅能力就可能係一啲即係好直向嘅，其實即係暫時嚟講啊。嘅人嘅能力都好直向，但老實講，我睇唔明兩個男主角嗰種係咩能力。男主角嗰未一講就出啦。男主角阿 Light 就係靈長類最快嘅一步，即係佢係可以喺五米之內用音速移動。咁其實應該係移動而即係提升佢嘅速度咯，應該係。佢有講過五米內，佢已經講咗五米呢樣嘢㗎啦，喺第三集已經講咗五米。哦，未睇第三集。咁眼鏡阿子就係壓力。哦、，OK， 系啦，超强压力，要摸眼镜，平时眼镜佢出气，咁跟住就发电嗰个就应该系要咬电去，触电啦系，触电令到自己发电，理论上应该就系、是，仲要大座嘅无能大座，咁啊医生暂时未知嘅，医生好似系未知道，眼好似都系着。醫生同佢隻眼有關係嘅，未知道個發動條件，即係但係佢哋即係叫做咩啦？你可以話每個各自擁有自己嘅特殊能力，即係但係而就係去解決就係類似萬事屋嘅形式嘅偵探故事啦。唔係，其實我覺得係有啲似漫畫咪有套 Get Back 嘅 ，Get Back 嗰種形式咯，又係兩個男主角係為咗呢個為咗生活，但係佢次次都會搞到自己錢肉洗曬啊，跟住被逼地要去接。嗰啲任務翻嚟做咯，呢種係萬事屋嘅套路，你公式套路啦。通常主角即係通常間萬事屋係好似好勁，但係都係冇乜錢咁樣嗰啲啦，窮到窿咁樣啊嘛。
唔係都冇心嘅。即使通常呢啲係即使佢接咗個任啊，賺咗好多錢翻嚟啦，佢總會經歷咗某啲嘢而使曬錢噶嘛。俾人食曬咯。即係但係依度即係先唔好呢，因為其實你話本身去到第二集嚟講，可能都仲算係，我會覺得係一般，佢係一般水準。但係因為其實你話去到第三集佢開始講嘅一啲就特深化翻，就係 mini holder minimum holder 同埋呢個正常人。佢哋之間嘅角力，其實講真嗰句啊，動畫又冇 show 嗰啲咩正常人，好似全部 show 嘅角色出嚟都係 minimum holder 咁。有委託者咯，被害者。唔係你其實第二集有嘅，第二集委託學生啊，咁嗰度。咁委託者。應該話俾我感覺上，究竟 minimum holder 喺呢個世界佔多唔多咧？多唔多有 minimum holder 呢啲人咧？暫時就唔知佢又未講到呢樣嘢。咁其實佢而家就帶唔出咯。三集嚟講，佢帶出嘅就係其實係叫做都係類似變魔士嗰種嘅，就係直接嘅個歧視。我覺得佢歧視，即係喺個世界嘅設定裏面就係話 minimum holder 即係有呢種天賦能力嘅能力嘅人嚟講咧，就喺呢個世界幾乎係等於攞咗張特等車票。佢就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機會，佢去呢、這個晉升，同埋佢嘅前景一片光明。呢樣嘢，但其實佢另外創造就係開頭咧，就係阿神。佢又好似冇同佢講到阿邊呢啲 minimum holder 同普通人類有咩分別咁樣咯。就除咗持有一個特殊能力之外，係咯，特殊同腦嗰度即係持有一個特殊能力咯，同埋即係呢個特殊能力係呢種能力係天生嘅，同埋呢種能力係天生嘅咯。咁即而你話最特別嘅其實幾出奇，開頭都以為阿 Art 即係個警官啦，都係 minimum holder， 但原來佢係 minimum holder，但係佢開發唔到能力出嚟。咁搞嘢，我唔係好明喎呢度有。唔係即係你咁講，用翻呢個魔法禁書目錄嘅例子，就係你係有超能力嘅潛質，但係你嘅超能力可能係真係有導唔到出嚟。是有到唔到出嚟，或者其實是有，但是即係話你是屬於有，即係因為零同一你是一，但是咧超能力只是可以發揮到一百，你只係得一。咁其實你是有呢種資質，但是你喺有資質嘅人嚟講，你是等於冇資，你等於同冇係冇分別嘅。但如果要擔定，即係萬蚊嗰中產啦、啊，即係你鑑定你係咪冇，千幾但係你係咪冇呢個 minimum holder 嘅基因？政府係有嘅，但係我又引導唔到你嘅能力出嚟、所以其實睇出嚟啊，其實呢。即係睇出嚟呢、這個嗰、那個角色，反而你話暫時喺三集裏面，佢個看點係仲高咗少少，比兩個主角。佢反而係站喺一個人類同埋呢個有能力者 minimum holder 中間嘅人咯。兩邊不是人咯，其實佢係、即係人 minimum holder 嗰邊話：，屌你，你係普通人嚟嘅，你普通人位，你而家坐得呢個位就係因為你係 minimum holder 啫嘛。即係。佢兩邊都不討好咯，其實你可以話係。唔係佢係做咗出嚟喎，即係佢嘅兩邊其實都幾抑鬱下嗰只咯，抑鬱警官嗰只係類似嘅咯，有樣出嚟嘅可以係。咁你話其實即係阿 Lice 即係作為即係佢而家其實佢都暗示其實即係表明示就係佢係進財學院嘅超級 number one 嚟嘅佢係，不過佢就中途唔玩啦，咁跟住阿子就係 number two 嚟嘅應該係。佢哋嘅故事咧，其實我之後有睇翻漫畫嘅，即係。即係喺呢個故事發生之前，即係佢哋組合嗰個故事咧，就係、漫畫版嘅故事嚟嘅。呢、個就會係，即係呢個就唔知道漫畫版會唔會做咧？應該唔會。個漫畫好似就係乜嗰個小遊戲嘛。係啦，漫畫嗰度最主要就係講翻就係 Lice 同埋阿子點解會成為拍檔嘅故事嚟嘅，未完嘅，而家都未完嘅、個故事就係、套嘢。你話跟住其實阿 Lice 係嗰種其實叫做咩咧？又好似好年輕，但又好似就哇已經係經歷咗歷練咁樣嗰啲人，即係佢講埋啲對白嗰啲嘢咧，係即係啲唔係佢依個年齡嘅人講嘅對白啦。你有冇睇過加速世界㗎？佢喺一個比人哋快唔知一倍嘅世界邊啊嘛，咁佢精神依血升好快精神。咦，咁你有道理喎、不過佢音速人哋唔係光速啫嘛，係嘛？咁升經驗值升慢少少冇計嘅。而家即係三集裏面睇到嘅，其實第三集而家就有條主線出嚟啦。你可以話就係有一個想人工製造呢個 minimum holder 嘅殺人狂。佢係咪殺人狂有咩？哇！咁都唔算。哇！神你老啊，大佬，咁都唔係殺人狂。研究啫，佢對佢嚟講研究啫。嚇！即係依個其實會。有啲即係佢嗰條有啲似面具體質就係細個怕限度性喎，
系啦，即系嗰类型嘅角色啦，你可以话系都系癫癫得得咁样噶啦。唔系，人哋开个伟大理想噶，要全世界平等，要拯救嗰啲无能力者啊嘛，几个理想啊。喂，即系你，但系咧，要维持呢个社会嘅正义。第三集里，即系第三集里边，即系你，即系我会，即系而家呢个角色，会几，即系叫做几出嘅原因就系因为，即系佢喺电话嗰几幕同阿阿齐喺度讲嘢嗰几幕咧，即系佢话。啊！如果啊，曾經有個人嚟我求助，不過咧我又幫佢唔到啊。但如果有邊個幫到佢嘅，真係哇！真呢條友真係賤格到咧，講埋啲嘢係無厘頭，就話俾你聽係我做噶啦，你吹啊！即係幾即係比起你話暫時嚟講係阿 Arch 同埋佢係喺暫時嚟講係比較喺角色塑造上出盡啲咯。其餘就比較流於就係太萬能型同埋就係太萬事屋 feel 咯，係暫時都可能係。即但係有可看性囉，我覺得係無敵就唔係偷睇囉。而家因為其實講到其實 Unlice 其實係接近係無敵㗎嘛 ,Unlice 其實係。喂，到底係嗰句超能力嘅左邊面通常最勁嘅能力係唔係直接攻擊型嘅能力先係最勁嘅，唔係好聽。其實 Unlice 係一個直接攻擊型嘅。唔係好簡單一樣嘢，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經寶法。唉，溫室不寫個名信玩完囉，即刻真係嘥氣啦。咁唔知啦，呢個咁當然即係速度係通常係好多唔同。但或者我都講一講，我睇咗兩集啦，我睇兩集未睇第三集嘅。但係感覺上我覺得一般嘅，因為以第一集而言啦，咁佢話直接咗兩個任務翻嚟啦，原來嗰兩個任務係同一個任務嚟嘅。但係我頭先都講過就係話，我都未消化嗰兩單任務究竟發生咩事嘅時候，咁佢就完咗。咁我唔知係我有問題呀，定話佢嗰個即係嗰啲條件呀，或者係嗰啲劇情上呀係講得急得滯囉。我諗其實可能贏者會睇埋第三集，因為第三集叫做佢會有好似少少吉陣靈嘅少少未去到佢個級數嘅，我可以話未去到佢級數嘅。講認知就係講一個社會現象，將佢套落件案件裏面，再加埋就係佢本身自己嗰套嘢嘅特色去創造一個故事出嚟，即係第三集，我覺得佢開始捉到呢個故仔應該點樣寫，應該點樣寫。但頭一兩集可以話咩嘅？未到咯，即係都係捉到腦脱唔到角嗰類型嘅作品。但係第三集我睇完之後就覺得，佢嗰集係捉得正啦，嗰集即係當然要睇下之後捉唔捉得正呢樣嘢。但維持住呢個氣勢或者路線走落去，應該主線冇問題，我覺得係大佬。佢有條主線咁樣逐落去嘅，即係每件案件可能都係呢條咁嘅搞屎棍搞出嚟嘅，咁我覺得好簡單，唔緊要嘅，冇問題。其實呢樣嘢即係佢遠都係咁做啫嘛。就憑住樹靈呢句，我就即管睇落去。好，咁我哋呢套啊，去到呢度啊，咁等完翻就再睇下佢究竟捉唔捉到腦啦，脱唔脱到角啦。好，我哋。